佛罗伦萨这个小城还是不错的，有非常浓厚的欧洲风情。一号公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，这说明整个旅行的这个禁令解除了之后啊，看来人们出来旅行的意愿比较强烈。对啊，走啊，我在前头。
好冷啊！哇，这自行车骑行的，在一号公路上真是多见。哎，我非常佩服这些人，太厉害了。哇，这个地方的风啊很大，房车应该注意了，因为它这个横风扫得非常厉害。这儿有线头吗？啊 ？To the beach， 就从这个地方可以到海边了。是吗？对。Go。啊，这就到马路。这个营地最大的特点是从营地里头直接有一条秘密的通道通往海边。啊，这两天我们来到这个营地之后呢，一直觉得它老是阴天，不知道平时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状况。Thank you.